乾隆铺台搬金马，抽空赏花博。前晚惊奇现身金马奖的乾隆，昨天一早抽空参观花博，吸引大批民众跟媒体一路簇拥。许多民众见到他，开心的拿着相机拼命拍明星。他听着馆方介绍，自己也拿着单眼相机不断捕捉镜头。面对群众，他相当亲切，无论是要合照留念，还是要抱抱，都来者不拒。很多朋友，香港的朋友来了这边，跟我说，哦，我们到了花博，好好看的。跟我说，这次来参加的金马奖不如我的训练，后来本来今天早上一早走的，我就停留半天来这边看花博。突然间，我伸出了这种绿色的丛林里面，哇，觉得自己好开心。到这次广州亚运跆拳女将杨淑君事件，大哥也情意相挺。中中知道，因为我真的还不清楚什么，但我支持他。尽管什么都不知道，还是照样挺，不愧是大哥风范。董新闻，这就是义气报道。